纠结，连一条生路都不给我。蓝曦臣啊，蓝曦臣，我这一生撒谎无数，害人无数，跟随你，留下的话是我什么没有做过。暮色起，看天边斜阳，恍惚想起你的脸庞。蓝氏双臂果然名不虚传。作为聂宗主，手下有一得力副使，今日一见，谈吐温婉，果然不凡。区区娼妓之子，要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？你跟他们不同吗？是，我和他们当然不同。混账！娼妓之子，无怪无此。君子正衣冠，阿阳，帽子您戴歪了。你不必放在心上，明觉兄妹就是恩怨分明，嫉恶如仇，嫉恶如仇。难道我就是恶魔？好像他就像强子一样的。以前我以为我。记忆之前，我以为我重新来过，可现在我又没发觉。为什么明明连生辰都是同一天，金光山却可以再给一个儿子大半夜里庆生的同时，怔怔地看着他手下的人把另一个儿子从金陵台上拽了下来？这些都是为了什么？金老头，请你不要再做些无谓的举动，否则我便会不留情面的娶你性命。多谢策划之恩。西之哥，小心背后！我天。